这是干嘛？小宝宝每二十。哦，原来刚刚气体是你留的哦，我以为是毒哎，白痴哦。我想说地上一直有毒气。怎样？吃个饭。要260。杀掉了，又掉苹果。对啊，没事啦，雪人都会打僵尸了。地雷，这是加血量的吗 ？No。我又忘了吃饭，欸，我真的是。受不了我自己欸。这关是什么？宝藏僵尸吧，记得。欸，不是哦，那这关是什么？就收集而已嘛，就这么简单吗？
这样听你讲，病床好像真的很棒耶，这样打尾王很方便耶。哇哇哇哇哇！这边是发生杀事。哟，这边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有那么多鬼？恐怖哦！快跑，快跑！吃晚餐都忘记，这是小事啦。我之前就是连洗澡洗过澡都忘记我自己洗过澡了。那么等我一下哦，我等一下把这口饭吃完，然后去拿药，我们就换游戏了。好，吃什么？吃炒饭。不是，我是开台前洗澡，然后开完台之后就说我先去洗澡了，就发现哎，我好像洗过澡了，这一种，而不是你过了很久才发现说你忘记洗澡。好，你们等我一下下，我去拿药。等我啊，小小呆。
我回来啦！啊，我明天要去回诊了，一个礼拜的药。有人玩到已经自己叫外面等外卖了。谁啊 ？Tina， 又是 Tina， 又把 Tina 卖掉了。来高雄请客。啊，58分了，赶快赶快！每日金都会丢失。好了好了，随便随便送你送你送你，炸青菜啦！繁星人呢？来了，等一下哦，我先关这个，在这里。哎呦，急什么？急什么？哎，我在开台呀、啊！啊，你都没来看。那、啊、好啦，你确定游戏可不可以开比较重要？啊，对呢，我没有测试。对啊，我怕出台机。翻车就不好。不会啊，我们还有备案。好啊，没有备案了、啊，没有了吗？就这个啦，这个啦，这可以啦。游戏解决啊，我想看这游戏中文叫什么？它右下角可以调中文。我不晓得哎、欸，中文叫什么、啊？矮人矿坑。矮人矿坑宇宙有人这样子翻啊？哦，真的。反正就是把所有的特色都弄进来。邀请居，邀请猜猜，看你们进不进的啦。其实我按键也不会按的。我怎么找不到中文啊？它有啊，在游戏右下角可以调。英文的名字叫什么 ？C 就 C 开头，你按左比较快，按左第一个、第二个就是了。哦，我按到忘了。它会有繁体中文，直接是写中文字。嘿。反正你弄到繁体或简体就都可以看，就接下来就比较容易了。好了，哎、欸，不能自己选职业啊、哦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边有那个哪里啊、欸？我怎么没看到你们？我也没看到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换职业的、啊？我跑步。啊，旁边不是有一个那个？没有，出来了，每个人在自己的房间。对啊，我在自己的房间啊。房间里这个、啊，这个、啊，这角色选择，哦，看到哪一个？来，我们先站出来、啊。好，先开台喽。好，反正你，你有看你是听吗？等一下，大。哇，我觉得看起来都好讨人厌。是要先通过新手任务吗？不是吧？可以 ESC， 然后直接终止，但重点是你要Steam上线才可以邀你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挂太久了，Steam变离线了。噔噔噔噔，我要当一个最潮的。强？什么？有人跟我选一样？没有，我们等一下再来瞧职业，先相聚吧，大伙。先。这是 NPC 吗？啊、看起来好丑。什么吵？你才吵！八点啦！今天还要一起来玩矮人矿坑。怎么你们头上都不会有 ID？ 这样谁分得清是谁？没有，我进不去房间了、啊。他就粉红色的啊？那你是谁？我面前你是谁？欸、我没看到你的哦，看到你在后面。说话干净一点哦，你不要以为你是矮人，我都看不出你哦。哇，举你好帅哦，举你的右眼是战斗探测器耶。当然，我的是多少？你的是戴墨镜。来来来，房间就房间。大叔，每个人都是大叔，每个人都是矮人大叔。没有，我是帅哥。
好，你帅哥，你秃头，今天来玩这个新游戏。它有四个职业啊，大家要去各个房间来选个职业，我们四个人都选不同的啊。我可以踢球哎、欸。别再踢球。来接球。局要选侦察兵是不是？哦，会顶球，可以。踢，哈哈，踢球。看不到。那繁星要机枪手是不是？那我换一个，这样说三个都不同，四个都不同。怎么换？怎么换？你机枪在房间里，没关系，我换。进你房间。穿头功。啊、哦，来我房间干嘛？反正都没玩过、啊。开拍。然后嘞，哦，选择角色。对。繁星，你的床好小哦。每个人的床都一样好吗？你的床也差不多好不好？都是矮人，你别啰嗦。我们怎么可能进得去啊？嗯，这比较像厕所、欸。游戏卡卡的，对吗？打开就可以了啦。这样还蛮顺的哦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出来出来出来！它不是自动门诶、欸。对，哎、欸，它是啊，是啊，走过去就开啊。它只是要一段时间，等一下，它热感一下。我们。因为跳过新手，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点呛。对我们，因为这个是他的大厅，还是我们直接进一个任务？对，医疗室吧。好啊，我们进任务要去哪里？直接进任务，好问题啊！我看看啊，他可以把走路框都关掉吗？对啊，晃坑。我看一下，好晕啊！跑步会晃、欸。有哎、欸，镜头晃动，按到你。再拿一个画质吗？哪一个？哪一个？你按选项下面就有一个视野，下面有一个镜头晃动啊。本来是100，再调到视野。视野晃动、啊。哪一个？从哪里？选项。选项啊，选项游戏里面不是有一个镜头晃动？哦，把它选到零是不是？哦。哦，棒哦！你好棒哦！真的是好棒。你最棒哦！对嘛，这样不会晕了。这样好多了，对吧、啊？舒服舒服，这样子有，这样有。OK， 走好慢哦！这里耶，巧克力，怎样？巧克力，这里。我分不清谁是谁。任务好。最帅的那个你不知道，怎么不能选 I？ 不能显示 ID 吗？你至少要晋升一位角色来解锁。没有，他这个好像是比较厉害的任务。哦，真的、哦？那算了。对，算了，其实我也不晓得新手是哪一个啊，我就直接点咯。好。那可以下去吗？主持非公开任务，确认。哎呦，是不是有启动了？该离开了，我们要去哪？离开哪？去哪？是不是有动了些什么？显示队友的 ID 呀、啊，不知道谁是谁。对啊，都不知道谁是谁。对啊，我只知道橘是那个蓝色的。最帅的。好，来那个认一下，蓝衣服的是橘。红胡子是我啦。蓝衣服，红胡子是橘。然后彩彩是金色胡子戴墨镜，好。然后繁星是就巧克力啊，大叔。我到底长怎样啊？我长怎样？我长怎样？有啊，那个左、这个、你没有胡子。巧克力就是消防队员啊，这个、对，消防队员是吧、啊？你是我在我们之中唯一没有胡子的。他是有胡子，对你没有胡子、欸。左上角就看到头像了，白痴哦、喔。左上角，对啊对啊，我刚刚有讲哦，我现在才知道。那我们要怎么开始啊？对啊，怎么开始、啊？启动终端，启动终端，对，这不是关闭。还是要进我们自己。哎、欸、啊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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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吓死我，我摔下来就死了、欸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里有没有？它是一个太空船，要进去是不是？哎、欸、有，哎、欸、有进去了，倒数了，但是你在哪里？你们这里这里上面这里哦哦哦哦哦，好好好，来了来了。还可以踩你们，好累啊！哎，还可以坐椅子哦，你们怎么坐的？没有坐啊，怎么坐的？就滑下去就好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彩彩就是不坐椅子啊！我想坐，不让我坐。哇，飞去啊！咻！那个，等一下，不要移动太快哦，因为我们都不会玩哦。我怎么觉得好像有点？晕车药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刚不是在最右边吗？为什么变成是左边啊？来，很好，他完全没有教学。按下照明弹，完了。F 是丢照明弹。新手教學。你们有教学哦、喔。
没有，就按 F 我的关。可以打开啊。这有个虫虫哎，可以杀他，可以杀他吗？哦，有火焰枪哎、欸欸、可是有子弹哦，有子弹限制哦。啊，我们要去挖矿，挖矿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小枪？我在挖了。电钻。挖？你怎么？按右键，按右键。右键啊，右键可以挖。这什么？我们要墨灵石。墨灵石，感觉是这个啊。哦，我扔了什么东西出去？按住 F， 头灯。好、欸，等一下，它可以破坏地形呢，我记得。对啊，我刚刚所有地形好像都可以破坏。那上来啦，走啊！这个金的，按住。我扔的是什么斧头？我的战斧。你按什么有战斧？我滑鼠中键是战斧出去。哎，我是手榴弹。我是捡到你的战斧，好帅哦！可是他还要回收。这你的斧头在上面。哎，哪里哪里？他说上面啊，门在哪里？这里这里，我的斧头。哎，谁打我？哇！同队伤害啊，小心哦！不是他跟我说什么让队友知道你发现什么，按下左键标记放置标记，但是我按左键就开枪了。寻找上有中介。这个吗？按 Tab 可以看地图。然后其他按键可能要，哎呦，按 C 会插针，自插吗？可以召唤我们的小帮手。哦，小帮手来了，小帮手去哪？你干嘛？他可以放矿物，我们挖到矿有没有就要存进来？我怎么感觉我都掉了？你要去哪里啊？不知道哎，现在要干嘛 ？V 是现在要挖矿啊，要挖矿。按 Tab 可以看那个地图，我们重点就是要把那些右上角有说嘛墨灵石的矿给挖掉。我是红色，我看看。哎，我没看到你们嘞。可是我记得还有一个啊，按那个 Ctrl 键就会有那个探测针，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什么矿。粉水晶。哎。还好，我新手任务还有乖乖过，哎、欸，一点点。你他叫我们不要过，不要然后自己过完。对啊，我没有过完啊，我过不完啊，那新手任务很难啊。过就这个啊，我只过一点。对，这里。这个吗？啊，生命值满载，问他。没有，我有标记了。欸、那挖好的那个矿要叫那个小帮手来，然后把它放到小帮手里面。B 嘛、欸？这是虫吗？这怎么个斧头啊？我的斧头。OK， 把斧头送对方。墨灵石挖到了。好，哎、欸，可是墨灵石很少哎、欸，要找一下。我要找颜色，绿色深绿色。哎、欸、呦，这黄金是不是啊？黄金。